金赛伦九岁时以童星身份出道，五官精致并自带高级感的她，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小女人。而她的两位亲妹妹也是不遑多让。25日，她在社群晒出三姐妹合照，超高颜值让网友们都集体恋爱了。三姐妹久违的外出旅行，金赛伦发文写下：虽然开车时你们一直在睡，但玩得开心就好了。照片一抛出，两个妹妹的美貌瞬间引起讨论。与姐姐如出一辙的桃花电眼、高挺鼻梁和那樱桃小嘴，根本仙女来着。网友们也纷纷直呼：基因好强大，三个人都太漂亮啦。虽然三人都是童星出身，但唯独金赛伦持续拍戏到现在。而两个妹妹长大后，也将跟随姐姐的脚步再次出道，令人相当期待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